那不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干嘛要拉我下水？因为他比较熟悉嘛，我说这样点击率那些，对呀、啊，可以完全是这样的，不行。你我就觉得你那点击率问题是最大的。对啊。还有一个事情说点击率跟那个新评论啊，因为你点击率呢是要追求高点击率，对不对？那又要品牌调性还是点击率高，这两个是总冲突的。他就说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冲突的。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那个什么。